9月20号星期一的一元月饼开箱。3、2、1 Action！ 原本颤抖的 ATS3 变成了长了一颗肌肉的 ATS3。 为什么长肌肉？它锻炼啦。哦，不然以前很颤抖耶。那我猜一下，我是莉莉。我是莉莉，我是小黑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开的是一元月饼。是真的那个一元吗？是那个一元吗？3、2、1吃了？谁吃的？怎么会被吃了呢？我知道。谁吃的？你不是妈妈跟我说过。好，这里留给月饼，我先吃掉。这被谁偷吃的？我。是你吗？不是我。好像是被妈妈偷吃掉了。啊，这个是花的。妈妈说这个很好吃，这个月饼很好吃。再来，这个是柳丁花蜜糖，什么意思？咸凤梨酥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月饼？凤梨酥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月饼里？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月饼里？这好像凤梨酥也是中秋节常送的礼物吧？凤梨头西瓜尾是什么东西？凤梨头西瓜尾是什么东西？应该也是凤梨。你把它打开看看。品尝凤梨时，玉镜头处越甜，西瓜则是在尾端。哦，这是它很甜的意思。你把它打开看看。要不然它这是指这两个，这很甜。它不管是头还尾，头跟凤梨一样甜，尾跟西瓜也一样甜。是啊，凤梨头最甜的。对啊，真的很甜，把它拆开来看看啊。好。长得跟凤梨酥一样啊。这是要切几份？两份就好了，你一份我一份。因为不吃了。好吧，要不要吃一个？我的可以给他。有点像土凤梨的感觉，不然你再把一块切两份。香香的味道在这。妹妹，要吃一口。好，那这个是它的和面，我没看到。面包。你要吃哪一块？我要吃这一块。好，那一块给我。甜的，好吃。不吃。麻烦给妈妈。请给妈妈。这凤梨酥啊，很好吃哎！你看，有点土凤梨的感觉。凤梨头、西瓜头、西瓜尾啦。好吃好吃，心满意足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切下一个，我们试试看这个好了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它写着柳丁花蜜糖。柳丁花蜜糖，这样。我知道是什么。你们想吃啊？好好，那切四份。哦，它是四颗糖哎。是哦。四颗糖，真的是糖哎。几颗？一。糖果。二。糖果。一二。三四五。蜂蜜糖哎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七八九。蜂蜜。十个。厨师。咸凤梨不吃了。跟凤梨原本一样咸咸。好，再来使出我的刀工。喂，我的不要切。等等，闻到味道了，讨厌这个味道，好重哦。什么味道？看你吃吃看。可以看。凤梨酥呀，你要不要吃？不敢。糖果，糖果。好，拿去给妈妈。这是换我端去的。嗯。妈妈，请您试吃蜂蜜耶。不是
是凤梨酥，但是味道不是很像。好，那我来吃吃看。咸粉，咸粉。啊？咸蛋哦。现在我要来吃吃这个柳丁花面。噔噔。可以一颗给我吗？就是蜂蜜糖，很好吃哎。可以给我一颗吗？吃久了会越来越爱蜂蜜糖。有没有碰到？有，这是赖礼物买的一元月饼。这个一元是那个一元吗？对啊。这是一元。运费好像含运费65块，它标榜一个1块钱，运费64块吧，总共65块。就我妈妈偷吃掉一个，说很好吃，我们都没吃到。妈妈，你要吃蜂蜜凝结糖吗？很好吃哦。蜂蜜凝结糖是啥？它就是蜂蜜块凝结了。哇，好吃，对，很好吃。好，那下面这个订阅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，没有人来吃。